地方到臭白狼嘞！你讲你这套路的，我这是怕死人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讲讲娘的，你们还无想担心不？你家倒霉了你！你嘛较差不多，讲话较有良心的啦。是恁后生一天到晚甲我送伊哥哥甜哦，家母唔管你管罢休。啊无你是倒位来死头鬼啊？你有甲我探听无？你今仔大细声你喊什么戏啊？本国人叫做阿官，路见不平。对着伊啦。想甲边啊嘞，才无你的代志，咱都要开心惨啊！伊才甲我想甲边啊，卖挡着恁做歹路啦！我跟你讲哈，出去，即马出去。做人。你怎个啊？我昨天来看你呢，你看我搁两只鸡要来煲，哦，足肥的。啊，你咧哭哦？啊，是啥物人叫你啊？无啦，怪就是你管。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以后就是要做我母啊呢？你的代志我要来无管啦。我大概做定，我要入来休息。素芬啊，你是不是还在想要了丧？人死不能复生啦，啊，你搁想哦，嘛是白想的啊。你有闲哦，加想我淡薄啊啦。好，我哦，死囡仔婆嘞哈，死囡仔婆，你真好卡手，你做嘛就犯着新娘无看你影只，你随酒来吃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唔无咧听哩，当你放屁是无？无啊，莫大声细声啦，歹看啦。闪啦，死早鬼啊，你嘛较正样哩哈，你一年换过一年，你嘛较差不多哩。你即嘛是甲政治犯有够差袂人哩，你若讲遮差袂着，我遮是判死刑了对不对？我是甲你讲遮尔哩，你嘛还无想担心无？你真早鬼啊你！你嘛较差不多，讲话较有良心的啦。是恁后生一天到晚甲我送伊哥哥甜哦，家母唔管你管罢休。啊无你是倒位来死头鬼啊？你有甲我探听无？你今仔大细声你喊什么戏啊？本国人叫做阿官，路见不平。对着伊啦。想甲边啊嘞，才无你的代志，咱都要开心惨啊！伊才甲我想甲边啊，卖挡着恁做歹路啦！我跟你讲哈。出去，即马出去！啊你们亲家我表讲的，吓怕你哈，死查某你欠怕你，你有敢吓你啊哈？你亲家嘛就讲啦，阿妈你干嘛看你皮上阿你啊？哎，你无解释，阿妈你死咩？不啊，不啊，卖什么？你完成你了解哦，我哄骗不要紧，但是我绝对无骗人啦。你讲的哦，呀，来等，你再叫我上门，呀啦，别抓进来啦。我不要三杯。枵是真枵啦，要不然气都气饱，要吃会落去。哎呦，吃啦！天大地大，吃饭风地大啦，心情够歹，嘛是爱吃。熊阿伯，讲起来足歹势了，讲叫你来吃大啦，反倒倒啊，互你甲我煮饭、甲洗衫，安尼你舒服个，歹势到要死。恁来讲安尼啦，恁肯收留我吼，我着做甲恁感激。你讲个啥话啦？今日人计上低年，你讲什么谢意话啦？做呢？你是为着下头恁阿爷的代志，又搁咧受气受？日头请爷爷，虽然过性命，人才人情才，人事人情忘啦。你不管恁阿爷很信嘛？我看敢那不是安尼哦，伊下头吼对外口转来，迄面色都无介好呢。做呢？你下头不是提我约谈着，无恁两个人冤家相。你完全变一个人，自暴自弃，脾气变到这摆又孤僻，佫定拒绝人好意。哎呦，我
这田丁兄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好歹人煞袂晓分。那田丁啊，有这款反应，这是应该的嘛？你著爱较忍耐，唔通安尼逼伊嘛。田某已经死啊，田丁即马目睭青明啦。因两兄弟啊，所要完成的代志，啥物人物要做？所以咱即马应该都要做一寡加减有意义的代志哦，算讲是田丁啊做的。安尼田丁啊，若知伊就欢喜，你看对无？阿爸，啊，咱来安怎做？我想讲吼，要来去庙口遐义诊啦，替一寡善良人来看病。啊，恁两个人会使来甲斗相共。啊，米姑安尼迅速甲叫来斗做。好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来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你喙齿吐出来看麦，火气较大啦。盐啊，吃得多。啊，我一钱啊，免钱啦，义诊那落钱。真正免钱哦。啊那安尼，我卡算先提升，下先上看一下无吼？好啦，我药啊吼，甲你吃做伙，刷刷吃吃嘞，就无要紧啦。好，你真是我大恩人啊！你大恩大德吼，我一世人拢袂欠袂记呢。那你客气啥啦？收好啦。啊。我听六克药啊，我听得。哦。老张来啦，三个兵来。站住！我的机器你是不管用，你要看不出啊？你哪有把你？你哪比？哼！你大家要听好，咱新来公本听到下面机会声，多谢当个路中，多谢了两千三。